张黎，1976年9月17日生于湖北省荆州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6级本科毕业。2000年，张黎毕业后进入全总文工团，同年出演首部电视剧《本家兄弟》，进入娱乐圈。张黎她曾经是中戏公认的校花，与章子怡、刘烨、胡静等众多大腕明星是同班同学，就连章子怡、胡静都曾输给她。出道17年，至今都未红，她就是张黎。2002年出演《男才女貌》的女二号，受到关注。张黎是娱乐圈里不可多得的美人胚子，总是给人有一种清新自然的美。曾黎虽然41岁，然而青春气息仍然是十足，是娱乐圈真正的冷冻女神。出道以来的曾黎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，如《新聊斋志异》之画皮、《传奇皇帝朱元璋》、《醉玲珑》、《醉之缘》等多部影片。虽然她一直活跃在荧幕上，但是在事业上却发展的不是很顺利。曾经的同班同学大多数都红遍了大江南北，而她还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演员。后来曾黎也曾为男人装大胆一脱，拍摄了以不死美人为主题的一组写真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当时曾黎也占据了好几天新闻的头条，但也未能一举成名，反而沉寂了。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